怪对决。这个机械装甲的威力跟以前的比起来大有不同啊。当然了，奈恩，这个机械装甲很特别。我们会把迷你特工队扫出干净的。怎么变得这么乱呀？打扫也很麻烦，让他们打扫的话肯定不愿意。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有了，要是选一个清扫班长的话，他们肯定会抢着当的。孩子们，咱们打扫吧，先选一个清扫班长怎么样呀？哎，清扫就够麻烦了，谁愿意当清扫班长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清扫班长自己也应该不用打扫的吧？只要监督就行了。是呀，果然上当了。好的，那我来当吧，清扫班长，让我来。我赞成福特当清扫班长。福特当上清扫班长的话，绝对不行，那是灾难啊。那么清扫班长就让福特。等一下，我来当清扫班长吧。什么啊，赛米，是我先说的，是吧，秀智？好吧，那么咱们就投票表决吧。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吧。哎，怎么样，我的清扫实力，我可是能当清扫班长的人。哇，仅此而已吗？这可是我最宝贝的花生了，请接受我的诚意吧。给你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鲜花。真的是给我的吗？露西，我这次一定会当上清扫班长的吧。这样一来，我一定能很顺利地当上清扫班长了。你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当上清扫班长吗？你在说谁卑鄙啊？你是怕让我当上清扫班长才这么说的吧？清扫班长应该堂堂正正的选出。我看你是没有信心赢我，所以才这么说的吧？我亲眼看见的，你还想抵赖吗？这样下去会打起来的，不要说了。我们之间不能互相争斗，赛米，你也冷静点。好吧，冷静下来想一想。哼，赛米，你能冷静可真好啊。你就是想显得比我们都优秀是吧？我觉得你根本就不适合待在我们队里。福特，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呢？要我说，你才没资格当清扫班长。是呀，我今天对福特真的很失望。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。有呼叫。我们遭到了机械装甲的攻击。那么司令官，这次是什么样的机械装甲呢？根据收到的紧急情报，是拥有像真空吸尘器一般强大吸力的机械装甲。来咱们家帮忙清扫倒是正好。不单单是这样，如此强大的吸力，特工机甲也很难抗衡，所以你们要离它远一点才行啊。我们几个把它彻底给解决了不就好了吗？你们说呢？不能掉以轻心，这个真空机械怪还会有威胁特工机甲的其他武器，大家要高度警惕，现在全体出动。是，司令官。
迷你特工队变身。变身。哎呀！飞枪战士，迷你特工队。为正义，奋斗又冒险。飞枪战士，迷你特工队。小子们又见面了，因为你总做坏事啊，拜托你做点好事吧。你们这些家伙还是老样子，立刻出击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你们死定了，让你们尝尝铁锤的厉害。被铁锤打中的话，那我就完蛋了。够了够了，攻击！光剑枪准备，伙伴们，从现在起我们不能再盲目作战了，都会有危险的。伙伴们，暴风机关枪变形。这些零式机对我们没有危险。奉旨卸刃，变形！三明，危险！福特，福特，你还好吧？福特，怎么样？伤得严重吗？我没事，就这点伤，我是不会倒下的。我们误会福特了，真是对不起。我也对不起你，福特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谢谢你们，赛明，我也说了伤人的话，对不起。你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吧？当然。就算有误会，我们也是同心协力的伙伴呢。现在一起合力战斗吧。好的。起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用真空机械怪对付你们。出来吧，真空机械怪！真空机械怪朝我们过来了！呼唤特工汽车吧！特工汽车出动！出动！让我先进攻吧。铁饼激光炮发射。机械怪的吸力超强啊，很难脱身啊！把引擎的功率开到最大，还是无法与它对抗啊！注意引擎损坏，功率正在急速下降。都别慌张，冷静对待。
看我的真空机械怪，激光炮发射！接招！全部开启后备引擎！后备引擎开启！就让我们用太阳之翼来结束这场战斗吧！好！太阳之翼，准备！准备！去！Come on.